水沟盖上出现两条腿，不断在空中晃来晃去。民众上前查看，发现这名男子一头栽进水沟里，上半身卡住，动弹不得。慢慢出来，你慢慢出来了。1、2、3。我先给你讲一下。事情发生在14号深夜，仁爱区石球路上，男子不慎将手机掉进了水沟里。情急之下，男子将水沟盖拔起来，伸手要进去拿手机，却没想到整个人一头栽进去。所以你有看到他说他就是这个动作，就已经是这个方向了。然后他原本没有那么下去，可是他越挣扎越下去了。民众发现报警，四名消防队员合力将男子从深50公分、宽30公分的水沟里成功拉出来，还好人没受伤。有位民众骑机车摔入水沟内，因为待地方是车辆不易到达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以步行方式带着救援器材到现场。现场就发现一个民众上半身卡在水沟内，我们立即4个人将患者直接从水沟内拉出，患者表示身上只有轻微擦伤，没有任何其他大伤，所以拒绝送医。患者说，因为了捡手机，所以才不慎摔入水沟内。据患者表示，从他呼救到我们救援起来，大约是30分钟左右。男子顺利脱困，坚持不用送医，让众人虚惊一场。提醒民众，若有东西掉进水沟里，可以联系清洁队员帮忙，千万别试图去捡，以免发生意外。记者黄少明，记者报道。